其实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，我去了泰国，因为泰国的那个灰尘很多，所以就导致我的眼睛进了灰尘，我没有去理会它，就变成我的眼睛越来越敏感。So, 然后 after that 我回来，就是泰国回来过后，我有去看了医生。所以那时就看了医生，就觉得哦，滴了这药水就算了，就没有理会它。就直到 MCO 嘛 ，MCO 过后就开始对着那个电脑啊，要做 Zoom 啊，还有看电话，过多就变成了我的那个眼睛越来越敏感，越来越干燥，但是我还是没有理会它。然后就直到去年，真的是胃打寒了，我就去看那个眼科，然后眼科医生告诉我，你知不知道你的眼睛很干很干？他就给了我3支的这个眼药水。我去滴完了，跟他讲，如果你的眼睛还是这样的话，有2支，你每一天都要滴。但是我没有滴，我就没有滴，就变成我的眼睛哦，就是每一次人家看到我的时候哦，就会看到我眼睛红红的。然后甚至其实我是有近视跟散光，然后我老公每一次讲我的，什么要美不要命啊，我就是那一个人。然后就是没有戴眼镜了，除了晚上的时候我戴眼镜，好像比如说啦，现在我站在这边，我看不到后面的人了，就是人家跟我打招呼，我是看不到的。然后很多人讲，哎，这么跟你打招呼，你会看到我不是好面，不要跟你不要硬比，而是我看不到。然后就直到那天 TTT， 我就吃了一包，就好像刚才前一个 Sharon 小霞讲的，我吃了过后哦。我觉得我眼睛很累到我想要睡觉，然后 after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吃，我就到第二天就是昨天的时候，我也是因为我要拍照嘛，我就想去验了那个眼睛才是，但是最后因为痛到我真的是不行啊，因为眼睛是可以红到我整个眼珠，就好像刚才我下线讲了，终于看到我今天眼睛是有白的，我之前是黄带红的，全部都是血丝的。我见证出来了。OK， 我是，如果严重的话是这一边啊，全部是血丝来的，是严重到这样子。然后我昨天我就是服用，就是下午的时候服用2包，然后我晚上服用了包，过到今天早上，我发现到我今天早上哦，就很像。刚才我们的 mentor 小梅讲的，就是有一个见证讲眼睛全部有眼屎了。我早上起来，我的眼睛全部都是眼屎的。然后我叫我老公拍照，我老公讲，你不要什么都补一个可以吗？他真的是我，因为我想要给大家看嘛，老公就没有拍到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 before， 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吃之前，然后 after 拍的那个眼睛，然后到现在我终于看到我眼珠有白色了。哇，是不是给？所以这个才会给。我只是服用五包的这个效果而已哦。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服用完，这个效果是真给哎。所以也感恩。然后今天还有今天早上，然后我就在吃早餐。然后我后面就是今天我在这边，在后面那边我是看不到那个，看到是蒙蒙的，看不清的。可是我今天看到，咦，我还跟我老公讲，咦，老公那个是那个老师哎。然后他想，不可能的，因为每次在跟你打招呼，你看不到了。可是我今天真的是看到了哇！然后后面的，然后我跟另外一个老师喝茶，我去问老师，咦，那个老师是不是也在那边？他是啊，是他的，所以确认了，我是看到了。OK， 所以这个是我的见证分享啊。如果还没有服用的朋友，真的不妨试一下。这一个我们的艾维炫真的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。OK， 谢谢大家。